认识动物三，尼罗河鳄鱼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尼罗河鳄鱼。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呀？我们一般住在非洲。尼罗河鳄鱼喜欢沼泽、河流和湿地。你的牙很尖。我们有60多颗牙齿。但是我们不能用它们嚼东西，我们只能用它们来咬东西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鱼、乌龟和螃蟹。我们的嘴巴很有力，可以张得很大，所以我们也能吃斑马和河马。你们是危险的动物吗？是的，尼罗河鳄鱼非常危险。有时我们也吃人。啊！但是我们是很好的爸爸妈妈。一般爬行动物不会保护卵。我们会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卵。你们怎么游泳？我们用有力的尾巴游泳。游泳时，眼睛和耳朵在水面上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看和听。我要去游泳了，再见。再见，尼罗河鳄鱼。